前段时间做了一期手机转接微距镜头的视频，一下子播了400多万。有人私下跟我说，既然掌握了流量密码，那就快马加鞭多做一些类似的视频啊！太小看我了，我是那种向流量低头的人吗？主要是这转接环啊，它停产了。各位好，欢迎回到麦科技，我是张帅波。前几天转接环的事情突然有了转机，我偶然间刷到影像极客这个老哥的账号还在卖转接环。影像极客的这一款镜面结构我不太确定有没有优化，安装的底座和螺丝都要比之前U蓝子的更方便一些。小口的这头直径是17毫米，目前主流的手机镜头都是这个口径。转接环的另外一头是镜头的卡口，我用的是索尼的E口，E口现在可以选的镜头比较多，也不太贵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是没有金属触点的，不支持自动对焦。安装镜头以后，这个螺丝一定要在正上方。拍摄 APP 可以用影像极客老哥开发的 PhotoGear， 免费的，我用的是 ProTake。 为啥不用原生相机呢？转接以后拍摄的画面是颠倒的，要在拍摄 APP 里镜像一下才能正常预览。我准备了几颗手机拍摄不常见到的镜头，咱们逐个试一下，特别是最后一颗，相当有意思。关于移轴镜头，影视飓风出过一期相关的视频，介绍的很详细。简单点说，用移轴镜头可以改变画面的透视，在比较低的角度也能把建筑拍得横平竖直。当然，刚才演示的是镜头在相机上拍摄的画面，装到手机上呢？我第一感觉是磨砂感很重，像是在透过蚊帐拍视频。看来不是灰尘，改变透视呢，这些都比较正常，但是磨砂感是什么鬼？第二颗镜头是江湖上被称为大清光学的苍野500定。这个镜头我可不是借的，开玩笑，100多用借，我直接花了280在海鲜市场淘了一颗高画质版现货。最开始尝试的时候，我装上了 F8 的前置光圈，这没想到磨砂更多了。很偶然的瞬间，粘光圈的胶带嘣掉了，哎呦，发现光圈变大以后，磨砂颗粒就没那么明显了。莫不成和光圈还有关系？转接环的工作原理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，它并不是把相机镜头捕捉的画面直接投射到手机的传感器，镜头前的画面要先经过转接环里的磨砂屏，然后手机镜头会直接拍摄磨砂屏的画面。对了，苍野500定水管镜头可不是说着玩的，我发现装一次以后，转接环会刮掉水管镜头上的塑料。好家伙，这可以说是苍野500定独有的物理颗粒感。换镜头之前一定要像吃干脆面一样，把塑料屑倒一倒，然后第三颗测试镜头是思锐的50毫米变形宽银幕镜头，也有人叫电影镜头。变形镜头呢，简单理解就是拍的时候把画面挤压在一起，后期在软件里还原，得到一个比默认焦段更宽广的画面。这次测试基本上印证了我的猜测，随着光圈开到最大 T2.9， 画面里的磨砂感就没那么明显了。测试一遍下来，不管是U蓝子还是影像极客的转接环都能起到类似的效果，
大光圈镜头转接到手机上，要比手机算法计算得到的虚化效果好很多，但是不太适合普通用户用。首先，大光圈实焦范围很小，特别难对焦，基本上都要用三脚架反复确认焦点，固定机位拍摄。手动镜头价格不算贵，但是加到手机上，手机就失去了便携的优势。最后是画质，转接以后的画面没那么锐利，很容易产生磨砂感。如果这些缺点你都可以接受，那你可以买一颗试一试。 OK，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转接环的个人体验分享，感谢各位的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